天呢，跟波波来到了保龄球场，我们要来这边训练。哇，你们的二头肌，这就代表说我们走到哪里都要训练，就地取材，肩推、硬举、壶铃摆荡、摆荡，一起来变成握力。好了，够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进行一场激烈的挑战。你要挑战我吗？观众不会想看太极互啄，好吗？我们请到了两位国手，要来跟我们进行一场对抗赛。我们两个一组吗？我们两个一组，没错。打国手，没错。那万一国手输给我们，那就很难看，那就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刘医师，不是我们两个分组，那我们要怎么分组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一人配一位国手，我们打第一球，国手打第二球，帮我们解球。对，所以呢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国手，纪兆航、纪佩奇。欢迎两位国手，兆航、佩奇。我很好奇，就是兆航，你打球几年了？20多年。20多年，那不就是国小开始打球？对，很小就开始。那佩奇呢？今年第十年，那你不就差不多2岁？高中2岁，你12岁。妈妈10块就开始。哦，妈妈打扣，然后跑来保龄球馆打保龄球，對这么年轻哦。那我好奇的，你们生涯保龄球最高分几分？哦，我先讲我的，我生涯最高190分。哇，高啊，超过100分。浓浓的调侃味，调侃味。那想问一下，两位最高分是300分。哦，300不就满分？不能再高了，全部都全倒。300分是世界级都不一定打得出来的，就是比赛现场，我是说比赛当下。如果是国际赛的话，庆祝300分，它会有一个满分的戒指，就跟 NBA 拿到冠军戒指一样。那佩奇呢？我吗？我生涯最高分跟你差不多，不是29。这个那波波这个老派男人应该以前也打很多吧？我真的忘了，太久了，20年，应该20几年没打。聊到这里，他忘记也是应该的。对，他使出了忘记之术。不是，因为这样子等一下才不会太难看嘛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这个比赛要怎么进行呢？怎么分组？看一下，这个颜色已经分好了，黑色一组，我们这是红队，黑队面是红队，这样子。等一下呢，盖伊尼，你这有自肥的嫌疑哦。没错啊，我就在自肥啊。你刚开始就先站好队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所以你才站。我连球都选红色。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先私下磨合一下，让这个国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要调整。哦，调教一下。调教一下，然后私传一些技巧给我们，然后再开始今天的正式比赛。哦，那比赛要怎么进行呢？到时候呢，比如说我先丢一球。然后第二球呢，就由我的伙伴国手来帮我解球，以此类推，就是他们也是一样，波波打第一球，然后兆航帮他解球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打出就是那种只打到门牙，剩旁边两个，这就很难解，很难解。所以我们就尽量保住全力来打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训练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开始磨合吧。波波，你先试丢一球给老师看一下。哎呦，然后让老师从哪里开始？70位。好，来，看我的。耶！帅！哇，你有看到全倒吗？哇！全都没倒吧？全倒。蛮多问题，但是可能没有热身。下一组，盖伊，盖伊，我们先冲掉。停！要冲的。盖伊，你他右打，我自己打。我自己打会，我会右脚对中心这个点，然后这样拿。OK， 对，对，对。1、2、3。其实你会完美，对，这样，对，然后最后滑步再出去。哦，有一种滑的感觉。好，盖伊滑一次看一下。哦，哇！盖伊，你这好像在跳舞一样，竟然有滑的感觉。对，又有滑的感觉。对，你刚刚说往前迈的脚掌。是，哦，你
你觉得我刚太远了？对，太远了。哦。要死。对啊。教练我就来了。来，盖一试丢一球。你要把自己用的像很专业。没有，就是什么都不会，才要很像专业啊。我懂意思，这个就是装备的意思。对，装备，对，装备战士，看一下积分板，然后分数很大。哈哈哈哈哈。有点轻轻的，有点害怕。我们黑队，哎，算了，不要中了。我先来一球。先来球！呀！地球反而还好，打到开花就麻烦了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没问题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损失。老师加油！好，来哦！啊！快一点点。来，红队，加油啊！没错，不会啊，他这个飞点球，开花也都截掉，加油！只能盖一，开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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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等机会，他没死，没死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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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名字。没有。没事。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飞娃娃是什么状况，为什么这么难打？而且刚刚盖伊留下的那一球是一二五八的飞娃娃，基本上呢选手不会留下这种产品，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。就如果是正常的飞娃娃是2号8号。的那一边，对他来讲，那个常练的点，他是1号5号就不会去练那个，因为那是开花的点。哦，怎么样都会进步的嘛。这样把球留在球道上面，我们就进步了。把球留在球道上面。可以。哦，有。有留在上面了。有。可以。我再修正一下，应该。对，越来越接近了。刚刚老师教我的，把它做准确就对了。好，对啊。有可能是一个男生，对，确实是这样，没有错，对，确实是这样。我们那边。
要干扰选手，要干扰选手，不要犯规。对，可以试试。嘘，可以，来吧，攻攻。哎有，哦，有机会再背喽。哎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相反方向。完美。A 队波波，选手不要干扰选手，不要把球留在球道上。好，很远大目标。哦，哇，这个任务好像很难。哎，这是我结果，为什么？这还 OK， 我要知道怎么矫正。没问题，我们接下来就好。对，一定加进去。对哦，对哦，压力很大。哦，好了，你这个差不多。哎呀，哎，好球，两个。三颗，三颗，三颗。来哦。难度低，没错，好。
打出火机，你的我打十个，我就不要打十个，我们八九十，我们八九十打好了，我们打了，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我不了。哇他发出这个声音，哇有难度哦，有难度哦。师傅有信心吗？其实没有。不过你捅娄子出来了。不过我是我想让他们注意到，不然他们都没有机会。不好看。啊，这样子，你的实力已经强到可以控制这个战局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先交给你300分来换个怪招来打打看。好，换怪招。怪招。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这压力也是伴随着而来。主播怎么一脸爽的样子？楼下，老张，你要轻一点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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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时候就是能不能掉以轻心，掉以轻心，再简单的小问题。好，不要紧张，千万别。来喽，来了，来了。波波又要放水了，干嘛？是不是？不是吗？哦，全倒了，全倒！哈这真是难度高了。我再给他一个机会，难度高的。这个我解到两次，不过都是十几年前的事。我这四年来没有解到过这个。你们会特别练这种状况吗？不会。如果我们要去拼球，就会有都没打到的风险。对，所以像如果是国际赛的话，因为还有团体赛嘛，或者说有个人的全项成绩，所以我们会就拿一分，对，把一分拿好。拼一下，拼一下，拼一下，好，给他们一个机会啊，试试看。对，怪招了。哇！基本上就想要利用高旋转撞他两次，然后看他能不能把他撞死。哇，该一也想大武器，好，可以试解一下困难的，稳稳的，稳稳的。好，就别拖了，三颗，耶，三颗，三颗。
球一定要全倒，好不好？可以靠你全倒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真的有机会耶！哇耶！好吧，这样子我们结果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好，对，我们已经确定他们现在接起来在全倒，还是输一分？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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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大人盖一的频道，不是公共直播。没有我的频道，还可以耶，还可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哦。不过这个就没接到，好巧，有可能他在消灭一下，消。哎，轻松松啊！哦，轻松松啊！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！你至少要有一个拳法，这样子分数看起来好。现在盖一拳倒也无法逆转的是不是？没错，所以他刚进了那个无限拳倒，如果他拳倒了，我们就给他机会。好、哦。我等下求死。好兴奋啊！过啊！我好兴奋哦！我好兴奋啊！耶！你知道比赛输掉最生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看到对手很爽。你们是不是很难过？你们是不是很痛苦？讲真的，其实我很享受这个过程，能跟国手一起打组队。耶！对，而且今天有很多那种，就是没有出气很爽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安慰一下自己，发觉安慰不过来。很多没有出现的东西都出现了。其实保龄球好玩的就是在那边，就是它其实没有很难，就是可能你的状况调整好的时候，谁小朋友都可以连续全倒。但是如果你一紧张一失误，可能就会输掉比赛。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分这个身材优势啊，像我们季美，她的身材比较矮小，但是她在打保龄球上面也是没有受到身材的限制。有看到他放那个对，那放优雅的感觉吗？他你都不用手，他不是一个人打。昨天有粉丝询问他说那个学校是什么，然后他才讲出来，但他从来没有教过。真的吗？我在这边带一个频道教大家。真的吗？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，最后一步我们都会呈现就是中间步的这个姿势。那可是如果大家问我的话，我都会说，因为我个子比较矮，所以你比较近。但是在的球又没有声音，需要你这样紧张扫把。所以你透过练中间，没事就多练。但是我跟你讲一个，就是把一个东西学到成精啊，他会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。好，对，他看得到线，没错，会看得到那个气。对，像我们看食物是看到营养素，对，我们看到的是蛋白质，对，哦，是吧？他看到的是，看到的是鬼。鬼居，哎呀，看鬼居，说好不鬼居的，不鬼居，鬼居。好的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跟国手的一个组合合力对抗赛。另外呢，赵航他有自己的一个保龄球的频道，对，滚滚珠公，滚滚珠公，它里面都是讲解保龄球的。最早就是很多的球友们就知道我们是选手，就会问我们一些问题。然后我们就会回答，很有耐心的回答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然后几百次之后就觉得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拍成影片，让大家想学的人都可以看，推广保龄球为这个目的性质。因为其实今天会跟盖伊合作，就是因为盖伊很喜欢打保龄球，他是蛮容易上手，而且打了会上瘾的游戏。没错，会上瘾，尤其是赢了他们会上瘾，对，好舒服。然后我输了就想上诉，对，然后一天就打九局。因为保龄球它就是一个比较不受身材限制的游戏。哦，对，不受身材限制，就不论男女老少，其实打得准的都会有机会赢。好，那以上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也别忘了按下订阅跟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健人盖伊，下次见，拜拜。